数哈，你的尾数是20号的，今天非常的幸运哦，有我们哈非常优质的大杯运动用品了哈，在第六个摊位，只要你的尾数号码刚好，不要来错过我们今天呢，好在我们美容国中的盛大举办的六堆哈总就熊 QQ 发动喽。海军，等一会呢，我们有赛事跳奖，要看看哪一位幸运儿哈，哪一位幸运儿呢？好，能够呢，好被抽中的哦。那如果你手上还有我们的摸彩券，还有摸彩券的朋友们，赶快将你的摸彩券投进好我们的摸彩箱。好，我们现场呢，如果你是全马的朋友们，今天是我们的英文翻译老师张占林老师，欢迎。Good morning, welcome to the 2019 Haka Power Marathon.哇哦，今天呢哈有非常多我们好外国的跑者也来参与我们这一项的活动，非常的欢迎大家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欢迎你！哇，好，还有我们在我们后方的朋友、左方的朋友、右方的朋友们呢哈，赶快移动的脚步啊，来到我们的主舞台区呢，我们马上呢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非常精彩的开场活动喽，有唱台歌，好多。选手们拭目以待哈，如果呢你的手上呢哈有我们的摸彩券的朋友们呢哈，赶快投到我们的摸彩箱哈，赶快投到我们的摸彩箱了哈，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哈一同来共襄盛举。今天呢我们的开场表演呢哈，非常高兴的哈邀请到哈我们国内呢哈非常有名的青创团体哈基谷本巴艺术团、哈基谷文化艺术团，要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他们是呢，好，我们的全国呢，好，第一个呢，站上我们好台湾我们国家歌剧院以及我们台湾灯会表演的青创团体哦，喊的那哈嘎有书团体，非常的欢迎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呢，好，用这个精彩的鼓乐以及非常棒的戏剧的歌舞演出，为所有的选手们来加油打气，预祝大家一路畅跑，可以呢成功。夺胜好不好？哇，那我们就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哈基谷文化艺术团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掌声欢迎他们。
Power 六队叫上 Bill。好，这个我们翻译出台，预祝所有的选手们一路畅跑，成功夺胜。再一次热情的掌声，谢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我们的李勇的李主委呢，好，带领所有的团队们呢，好，来呢，好，跟大家问好，好，再一次掌声欢迎樊阳。好，大家主持人啊，哎，各位哈，各位来自全台湾哈的跑友哈，结束的选手哈，大家早安，大家好，精神不大够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哎，差不多，差不多哈，哎，这个首先呢，哈。非常欢迎哈，这个各位哈，今天来参加美浓第一次举办的六堆哈客家马拉松的啊比赛哈，啊美浓呢哈，还有六龟哈，是一个啊非常有文化哈，啊那个景观呢一路上也都非常非常的优美哈，那么各位在沿途的跑的过程当中呢，一定可以好可以慢慢的体验到哈，那么我想这个。不要讲太多了哈，因为各位是来赛跑哈，来做熊救的哈，哈达爸爸都做熊救的哈，祝福大家呢哈啊能够顺利的完赛。我本来呢也参加42公里了哈，这是已经是65岁第一次哈挑战全马哈。我昨天一个晚上想到42公里我就睡不大着觉哦，但是我希望今天我自己也能够顺利，祝福各位朋友呢也能够顺利完赛，而且拿出最好的成绩，最重要是要平平安安啊、哦、回来哈、哦、那么快快乐乐出去平平安安回来，好、哦、祝福大家，谢谢大家，什么大吉卡只剩一楼了，谢谢谢谢主委的祝福，来请刘牧。抽出一个号码，这个赛事跳奖就是你的号码簿上尾数最后一个数字是什么就中奖了哦。号码是，主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号码是2号。恭喜2号的选手们哈！如果你的尾数哦不是任意
数字，不是任意数字，是尾数，只要是二号的呢就中奖了，可以到我们的大会服务台来兑换我们的好。嘿，跑完的时候再来兑奖就可以的哈，跑完再来兑奖，可以到我们的大会服务区来进行兑奖了。好，再一次热情掌声，谢谢主委，谢谢，谢谢。好，在这边呢，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哈，我们是十二 K 以及好二十五 K 的选手们呢，好，等一会是5:30起跑，5K。选手呢，好，开的选手呢是我们6:00起跑。好，那现在我们要邀请呢，好，我们的老师呢来为大家来暖身运动一下咯，邀请我们我的 GYN 的健身老师们来带领我们所有的选手们一同来动一动哦，掌声欢迎。
加油！Deine Zauber mit der Liebe, was die Wunde schwingt, ein.
durch des Himmels Treppe entlang. Laufen, Brüder, eure Bahn, laufen, Brüder, eure Bahn, freudig wie ein Held zu siegen, wie ein Held zu siegen, laufen,
我录影。不用不用，我录影，我专门是影集的。我影集的，我专门另外 YouTube 网啊，应该礼拜 YouTube 网搜寻赛事名字。好，OK， 谢谢。Tochter aus Helden.